快门有没有？你稍微给他 touch 两下。有，我有 touch， 可是他还要黑一下。哦。没关系，手机都可以监督。有没有拍到？因为他在侧面，我在正中间。可以。可以啊。真的座位啊？不是，看不见那个路，因为很高。哦，对啊，他就是这样才著名啊。我们等下出去好了，我都好没意思。反正你有两个小时啊，我有看了，是51分进来。对，50分啦。那你是掉进去还是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掉到那外头？
在跑而已，我都没人呢。对啊。小心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柏林赛道啊，有些人会在那拍，有些是记者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如就是如果说，应该说有些车厂的那个测试车都来这边跑嘛，然后有些记者就躲在这边，然后如果只要有拍到回去，他们就有新闻。后面是小模样子，后面两个是蓝宝机，后面有车啊，可是他停下来了。What？ 大家都在打，他叫我们往这边，你有看到吗？没看到。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有啊，他那个箭头啊，灯上面有一个箭头。是吗？是吗？哦，前面嘛。这个人已经在那边等很久了，哇！哇！这不是我台湾常常有的车吗？不是，修理车吗？不是，它是计程车。还是有人在跑啊！他们开好快，跟超紧的。他们修理车。对啊，那算了，不要赶了。你又不熟证，说不定他今天在那边跑。他这边员工的。对啊，每次进来巡一巡。带比较好跑，
你那秀是跑很快呢，我不追上他我会被笑啦。没关系啦，有什么关系？他说不定天天都在这里跑。拜托，你要是天天在那边跑，你骑脚踏车也很快，好不好？这样说也是。欸、他超过了，他超过了 Lamborghini 耶！象征你的160,000预售权，好不好？算了。哦，这个弯有可怕哦。哪个？刚那个弯。看不见了。怎么跟你说？我想着我的20,000,000。是啊。叫你这个，我是想着我的800,000。不能太快了，他的轮胎有点不够，对不对？太好。休息一下，这个安全带累得我难过。好。